埃什廷西勒姆拥有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周围是大型金融机构，如曼谷银行、汇丰银行、泰国渣打、中国银行、CP Tower、United Center、Trust Worthy 曼谷医院都坐落在这区。此外，曼谷普尔曼酒店、Poor Bangkok Hotel 以及 Siloam Complex 百货，让这边生活机能更加方便。埃什廷西勒姆楼高48层，共有428个单元，距 BTS 冲南西站仅350公尺，由3个 BTS 轻轨站和1个 MRT 地铁站所环绕，包括 MRT Siloam 与 BTS Saladan、 BTS Selasak。 埃什廷西勒姆是曼谷天际线与新时代豪华地产杰作的缩影，曼谷传统市中心地标性建筑。